电动门。门是对的，什么门？门是对的。他还有一个他的门牛都要唱起来了吗？你牛声怎么还有音调啊？不是呢，妹儿，玻璃门。他在干嘛？迪哥在干嘛？妹儿推。他不是推，他不是推。妹儿，妹妹，耀文也懵了。过，过，下一题。感应门。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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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两个字，两个字。喵喵喵喵。转圈转盘，这演得好好，有点细节的。转人，反转，反转，转角，吹，很烫，热气，口红。回答正确，漂亮。这怎么猜出来的？好厉害啊。这个难是就是两个人都必须参与啊，一个人演不行。这怎么没起来呢？张张转圈了。快看，别慌，你还跑来跟我互动。你的同桌是刚来的转校生，准备上课，把课本拿出来。好嘞老师。好的老师。行行。他手忙脚乱地发现自己没有带课本。老师，他没带课本，他没有，我也去拿，连书都不带啊！我也去拿，怎么回事啊？不带书啊？哎呀，我也拿，连书都不带啊！我也去拿。没，好，安静啊！没带课本的同学站到后面去。这个时候你说，咚咚。姐，姐。姐，看你，你们是同桌。我这么说吧，他心碎了。